反正就好多一点，对吧？哎，他是首先向着母猪向我那儿跑，哎，这玩意儿这玩意儿，这反正不好多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你看这样的心，你不能母猪就怕你们吃，想多是这么多的，那就麻烦。哎，那就是你另外出别的东西，哎，看好情况还不一样。所以在就像这种情况，他紧张了，经营后方，哎，你经营后方，你咋？经营后方，哎，就先捞他一下，往回带一下，啊，哎，你知道，你看经营后方，哎，那人也害怕的很呢，反正，最晚的都搁这，哎，都保护了。五十年，这哪一下人给我打坐的去？这个地方才好捡。哦，你是捡的人不好捡，你跑身上，对不对？好，走吧。你看，你害怕死了，自己害怕。对，这种状态，不太专业，兄弟。顺便玩都排了一不用害怕，先生。你就凭敢凭上玩。你看，谁不说想给你打的，没想打多惨。你就说跟这拉开架子就没下势。嗯，所以你必须按这个，你看，这时候你看，必须必须。嗯，这是慢的，挺不好按。嗯。对，都是还是害怕，给我一伸手这么怕，这么重，对，这个烦恼不好办，紧张了，啊，对，哎，紧张了，哎，你看这一打，你往上一抬，他不愿意，你看一打都怕去，他还他自己的，他自己不愿意往上，刚才讲这个，哎，预先向下，必先向上。你先想说，你先往这儿，先往这儿走。你看往这儿不来，他不愿意；这样往这儿撑，这太行了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是大上这么讲，实际上细微的变化一直在必须就是，不是一下完了，不是这个动作一接触啪就成了，跨动作也有很复杂的一个东西，在不断的必须就是，跟对方的离不准发生这种情况，都在错开，他是指的。这样，上下左右，这都能成功。中间说错开都成功，只要不这样一定头，两败俱伤。但是你不定头就是个功夫，不用听出来不啊？不定头啊，不定头就是功夫。哎呀！哎，爸，为啥说是从三十伏？你看这个人来了，哎，为三十伏？这说呢？这就不行，你架是架不住的。你像这打一下，你不动。哎，大爷，这下打的是，真打手背一下，知道吧？绷不住，就你对方一推手，你看一抬还是，哎，主要是紧张。紧张了，就你能错开，哎，还紧张，太紧张，哈哈哈哈哈，那这下是实在，哎，谁在玩你家？对，来吧，行，来不了吗？哎呀，实在来不了，我给他们说，我给忙活。用这个手，哎，还是就是你想叫他往上，就对方这个力，那还是用那个平常他那玩的，哎，那就是往前的，这就是往前的劲，啊，你向下横去，搁这儿横去，啊，不要紧，还这平常他那玩意儿一多呢，这叫这什么都好啊，就是他我接着玩了可能是啊，你看，往带的就是踩的劲。啊，你要是为啥说是有为积极服务的？对方一起手，这关系这都不能下，必须就去上就带上。啊，但是这一只手也可以，就是对方往前来了，你看，就是你要错开角度，从积极来讲，啊，你看他现在的积极都是正对着，这不管用。你看对方往那来，你看，
从海角度走，从海角度看好是它是直的，你看好这个横的，不管你从尤其是左右对方的这个颈部要撞，像摩托，摩托你啊就像撞人，那赶紧上海，上海都是海很大地方，要问这些东西，对，行。他的先播放了，这个，因为他不经常玩来玩的多啊。对。就总来讲嘛，就是哎，做做来做你的，用胳膊开开打，我不用手，你像刚才叫谁打，他们都不敢打，是的，那架子我们手，你就胳膊一下就我扑倒，走，那个劲，哎，走，还是啥呢？还是慢，越慢越不好玩，那个时间。他突然到这儿，他怕给你打伤身。啊，实际上就是，比方说这是刚才是，不用说你重新再来。啊，你看，这个正左脚说的，就是一个绷拳，哎，有个跳掌，哎，到不了根儿去。这我都说，这不打眼呢，这么多，哎。你这下一定，我一定吃力了。再拐回来，多走了一个圈儿。